我哪在意？那应该是二十魔法师。你帮我找菊花，我怎么看？你要找菊花？为什么你要找菊花？菊花不是？为什么要买菊花？菊花是办丧礼哦。不是啊。为什么要菊花？阿妈就会看一下。阿妈要喝菊花茶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快泡菊花水呀、啊。”对啊。啊，菊花水要很好。那不如喝那个睡觉茶给阿妈，那个还不错啊。喝枸杞茶可能阿妈还比较好喝。可以没有。